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情，诺言对你我不惧意，除了被迫着情绪，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，幸福的慢慢你成为交给时间去数位，四天两夜，如果缘分就只换一些，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。只求再来不去的永远，一定是别三流男生的词汇，对我就是种恩是一段假情，诺言对你我不惧意，除了被迫着情绪，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，幸福它慢慢凝成泪去说。
我确实。好棒！哪里在？但是你不死，你死，你吃好了，你吃了几个病？你三个病，我们不能光吃，不能光吃。谢谢。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啊。哎，没有办法啊，我们是有时间观念。反正 Uncle 待会记得叫大声一点就好。不要，好，不要，不要唱。啊，那个。该走的环节还是要走了，就是因为有接下来就是要感谢很多朋友，因为这些朋友让我们能够在此有这么棒的缘分，跟这么棒的环境，这么好的一切，然后在那边一起相聚，谢谢他们。所以当我念到这些朋友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可以。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首先，感谢浦发银行信用卡、中兴冠名钱系统，谢谢他们，热情一点好吗？信用卡，你没有吗？感谢。永乐演艺，谢谢。感谢博格赛斯文化传媒，谢谢。感谢大国文化，谢谢。感谢幻影集团，谢谢。感谢光束传媒，谢谢。感谢星泰传媒，谢谢。感谢微喜文化，谢谢。感谢米妮智能照明，米妮智能照明，谢谢。感谢腾讯视频，谢谢。腾讯音乐，谢谢。华纳唱片，谢谢。感谢我的经纪公司，喜鹊娱乐。你们都很清楚，我们一起讲话。谢谢我们的那个经纪公司。好，一起讲，来，好，好 ，OK， 阿举，啊，三二一，零。谢谢我们的经纪公司，喜鹊娱乐，谢谢。你有话想说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要说。好了，你知道，我说我在开演前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我们开演前都会祈祷嘛，就是祈福，不管你是哪一个信仰，哪一个宗教，我们都会齐聚一堂，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祈福我们，祈福你们，祈福这世界，这世界的。每一个角落都能够一切平安幸福顺利的度过每一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祈祷的时候，小强站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就闭上眼睛嘛，我就听到小强在笑，他这样。我听到这个声音，但我就没张开眼睛。我想说，奇哥这个人怎么那么这么不专心、不虔诚，然后还在那边笑。后来我没想到，我一般都是最后祈福完的那一个人，就是讲最久的那个。我张开眼睛之后，我发现他还站在原地，然后我就看他不是在笑，他是很难过。我没有看错吧？我记性不太好，你知道在讲什么事？我没看错吧？因为我也没问他，因为我不好意思问他，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他 care 的事情，但是我也知道他最近有一些事情，所以，但是我没看错吧？没有看错。你没有在笑吗？没有在笑。
他可能过敏了。但不重要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坏，就说还心里还在想说他怎么那么在笑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就不打扰他了，因为我也不问他，怕他有点激动，因为他那时候我感觉他有点激动，那个嘴巴怎么都在抖，这样抖。那当然我心里也祝福你，真的祝福你，然后也祝福你的身边的人都一样，都非常非常非常幸福，非常平安，非常美好。对，我尽我最大能力，需要我任何的帮助，你就跟我说，传个微信，传个简讯，拨个电话，都可以，我永远都在。OK。等一下，我不是，我不想问他，我怕影响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有他自己的方式，让他自己去消化。那现在因为已经尾声了嘛，我相信他应该也非常棒，然后各方面也给他很多的能量，我相信他一定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感谢那么多呢，之后。我谢谢我的团员，我谢谢阿举，鼓手，鼓手阿举 ，Hello， 感谢小强，所以看不到阿举，真的非常感谢，感谢我们的团长 Lee Q， 谢谢你们三个，愿意为狮子合唱团奉献你们的才华、你们的精神、你们的一切。我非常幸福，在入行第十年能够实现我从小的梦想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我对你们是真的非常感谢，而且我很爱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感受得到，因为我只喜欢跟我爱的人在一起。包括现场的朋友，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今天来到这边的朋友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冒着大风大浪，终于来了，终于等到狮子合唱团的演唱会，我代表狮子合唱团谢谢你们。想听什么歌？王菲今天不会唱。王菲今天不会唱。你们热情，热情，热情。